长得真是标致。快起来说话。谢淑妃娘娘。果然与元妃长得一模一样，真是貌美如花，难怪皇上一眼就瞧上了。多谢娘娘夸奖。咦，你不是结巴吗？怎么突然又不结巴了？臣妾可能是因为出进宫时太紧张了。瞧你这肤色，真是让人羡慕，难怪皇上会如此惦记，还特意嘱咐本宫送你一件礼物。这玉镯子玲珑剔透，浑然天成，和你真是般配，快戴上吧。多谢娘娘。哎呀，你淑妃娘娘好意将镯子送给你。红儿，不得无礼。娘娘，你本一番好意，若是不罚，恐怕难以服众。罢了罢了，这本宫啊也是负有责任的。这样吧，若是皇上问起，本宫与你一块承担便是。娘娘，您本就身子不适。多谢娘娘好意，秋琪有过，秋琪甘愿受罚。那本宫就从轻处罚。本宫罚你到御膳房去当两天杂役，你可服从？好，多谢娘娘，秋琪愿听从娘娘安排。